这应该是唯一一艘不想回大海的船。依靠尾流，一辆极限速度400多的车可以飙到500多。众所周知，《飙酷射神2》这款游戏有海陆空三种载具，那么它的飞机和船是否也有尾流呢？我这架飞机的极限速度是390，来走 go go go， 我丢，这么快，你速度稍微慢一点，让我跟紧一点。哎哎，很明显，速度到390左右就很稳定，只有细微的变化，应该是由上升和浮氧造成的。飞机大概率应该是没有尾流的。我们再试一下船，我这艘船的话，极限速度224，跟在一艘船的后面，速度不增反减，离得越近，减得越快。我想应该是它行驶后造成的不稳定水流影响的。为了不受水流影响，我准备把船开到路上测试，但是船好像无法在路上行驶，我被卡在这儿了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。